走在南庄的老街上，街壁鳞次的低矮建筑隐隐透露着昔日矿业昌盛、林业繁华交织成的流金岁月。当时人们的娱乐就是走进南庄一烟宽天样。老板，这南庄一烟它的海报好特别哦。对啊，要拜托个陆师傅吼，台湾出两山。要到在中南还是台南那个拜托去吼，特别同来发的。这个海报上面的人表情栩栩如生，那、我现在都好想要去看天样。所以现在南庄一烟可以看天样吗？都在那地方没有标啊，按那地方参观一下好吗？真的吗？这么久了还可以看？对呀、还是都边吃饭边看电影，还不错哦。好，地方看一下。经典的卡通。电影的片段上映的全是光阴的故事，别有滋味。往昔人们的日常就是借由老戏院旧巷弄，一点一滴让人细细回味着。而老街里的这一位也能够让你仿佛搭上时光机，回到那质朴的年代。老干，嘿，俺家的小妹今天要什么来？我要吃饭圆。哦，饭圆哦。先拍个笋糯米作为饭圆哦。这里有吗？哦，有呢。那得先做一个海洋料理了。哦，所以它吃起来是冰冰的还是热热？冰冰的，而且很弹牙。啊，对对对。那我要来试试看。对，可以把饭圆来喽。哎，看起来好丰盛。慢慢的。平常可能，那是拍个扮演，总成啊。好吃吗？好吃了。还有桂花香。桂花香哦，也扮演啊，吃落去非常好喝，还得会加水果。哦。三种。帮助消化。做好，也帮助消化哦。是吃起来也是这样哦，它顺口。写趴给扮演董婶啊，这四季都有的好滋味，搭配着南庄百年不变的风华，相得益彰。老街里品尝老滋味，这体验却是隽永。